寻找最佳的托管服务器主机，需要考虑的关键特性。在今天竞争激烈的数字市场中，强大的在线存在对各种规模的企业都是必须的。为确保您的网站快速、安全且始终在线，选择正确的托管服务器主机变得至关重要。无论您是刚刚起步，还是已经成为一个成熟的企业，希望升级，当考虑托管服务器主机提供商时，都有一些关键特性应该列在您的清单的顶部。一、正常运行时间保证。您的主机提供商的可靠性至关重要，寻找提供至少 99.9% 正常运行时间的供应商，这确保了您的网站对您的客户始终可用，并降低了由于意外停机而导致的销售损失的风险。二、安全措施。随着网络威胁的增加，安全应该是首要任务。供应商应提供防火墙、DDoS 保护、SSL 证书和定期的恶意软件扫描等功能，询问他们的数据备份和灾难恢复程序。三、可伸缩性。您的业务会增长，您的网站需求也会增长，选择提供可伸缩解决方案的供应商，这意味着随着流量的增长，您的主机计划可以相应的进行调整，无需显著的停机时间或迁移。四、技术支持。全天候的客户支持至关重要，在发生任何技术故障或问题时，您需要一个可以及时协助您的团队，检查是否提供24/7支持，并最好通过多个渠道，如聊天、电话和电子邮件。五、性能和速度。没有人喜欢慢的网站，确保您的主机提供商使用最新的技术和硬件，这可以包括 SSD 存储、CDN 集成和优化的服务器配置，以确保快速的加载时间。六、托管服务。托管的美妙之处在于提供商处理细节，这可以包括软件更新、修补、服务器监控等，确保您的供应商提供一套全面的管理服务。七、定价和透明度。虽然价格不应该是唯一的因素，但是必须物有所值，要警惕隐藏的费用，始终检查包中包含的具体内容。八、评价和声誉。最后，做您的家庭作业，查找评论，寻求推荐，研究托管提供商的声誉，真正的用户体验可以为您提供无价的见解。总之，托管服务器主机是希望确保其在线存在强大、安全和高效的企业的绝佳选择。通过考虑上述提到的特性，您可以自信地选择最适合您独特需求的最佳提供商。